两位姐姐，你怎么抢话呢？你怎么？你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叫你吗，姐姐？你才姐姐呢！你才姐姐呢！叫小姐姐，叫小姐姐，说得好听的。小姐姐，你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一看就是白富美。兄弟，你这整这两句话，你身上有我的影子。你好有眼光啊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两句话就给你捕获了，就有眼光了。我给你整两句，小姐姐，你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，长得肯定像只鬼。鼓掌。你这人说话咋这么直白呀？你一定没有女朋友吧？女朋友？干啥的？有啥用啊？让他来我的摩尔庄园给我浇水吗？让他去我的QQ农场都在吗？让他去抢我的停车位吗？还让他偷我刚下出来的小鸡蛋呀？这年轻人，你还操心？好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翻译一下子，翻译一下子，你儿子说啥呢？不知道。那你好，那你说好，你知道了。原来当妈从小就骗人呐。那我听不懂，那我又不能不搭理他，那我能咋整呢？好吧，妈说的没错，女人的嘴骗人的鬼。那有个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看到了，哦吼，这个人好猛，我的天哪，这两个小哥哥真的是，小哥哥，你儿子都得别人哇哇叫了，你好意思叫我小哥哥？你这要折磨死我老妹儿。那你是个小啥？小啥？叫我叫你大哥。大狗好叫吗？有意思吗？嗯，你才大狗子呢！你大狗子！我的草原，我的马，说我想咋耍就咋耍。你的青青草原是不是你老婆给你弄的呀？对，四号，你这个人说话有点低俗啊，你有点低俗。他只是说实话嘛，咱这个实在不然说真话啊。对。这个二号，你的三观有点扭曲。你的三观有点扭曲。这个二号，你扭曲了。看你像一只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受到了四号的羞辱，你竟然拍手叫好，你说你是不是心理变态？你还说我像个猴，我看你像个嘚儿。我是帮人不帮理啊！啊，我明白了，要说你看你三观扭曲，你说出了实情啊！对，我三观跟着五官跑，跟你过日子好不了。我就看脸啊！你真阴险啊！你真不要脸啊！我劝你收敛收敛啊！你俩下一局还跟我们一起玩吧？前方有危险！玩啥呀？我走！咋还走？我到处就走，来来气，不行啊，被包围了，兄弟。没事，我就喜欢那种被包围的感觉。多少年没被包围了？吹吧，你快了，兄弟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那厕所那里人打不着他。看到了，起来，我来打。起来，别在我趴呀！杀！哎呀！咣！没漂亮。我东北巨神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哪有人，直接告诉我，我崩他就完事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。哪有人？你告诉老弟，对，你看你老弟这怎么让他自闭？你看他蹦不蹦他？对，你看我炫不炫他脑瓜皮就完事儿了。把后面的人给打了吧。哎呀，这小姐姐说话怎么变动静了？我觉得后面的人可以打。你是不是知道我是国服第一？你开始夹上了？能用你的嗓子夹下我家的核桃吗？那个防空洞可以偷，防空洞可以偷。这么个人，对、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从外面夹死他，让我夹死他。兄弟，你让我长见识了，这男人夹起来，这没有女人什么事儿了。哎，我还有二十多人呢，反应可以，兄弟，可以去。牛啊！上车！欢迎李总部。这么一丢丢的圈，还有18个人，我的妈呀！完了！这不废了吗？那么多人打我了，连左右上下都有人打我。小姐姐，我先走了，我救不了你，对不起。还有10几个人。哎呀，娘啊，妈妈呀，给我力量吧！这咋整啊？我有。这。来了。
东北傻屌王，钢枪我最强，我是陈大白，性感的男孩，兄弟法拉利。在决赛圈里我一来一去，人多人少我丝毫不惧，打起武器我极度注意，张开双臂把敌人送进地狱，市场游戏也不能大意，键盘是我手中的利器，开镜压枪也是门手艺，团队配合才能缩小差距。还有八，还有六个，还剩五个了。哎，要干起来了。哎，就剩俩了。兄弟，手雷办法，走雷办法。啊啊啊啊啊！醒一醒，点赞啦！醒一醒，投币啦！